Hello, this is Eve Steck. This time we follow our Qzone sales engineer to an on-site after-sale visit for our customers in China. 那这次回访的目标是什么呢？有要解决的问题吗？这次回访目标主要是了解一下客户现场的机器人使用情况，还有一个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功能性的障碍，需要我们来支持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调试的。还有一个目标呢，就是沟通一下后期的项目。As we were waiting for our customers, a nearby integrator customer who's currently communicating with Qzone on Distributor Corporation suddenly wants to go to the client side to see the robot. Now we all put on the safety helmet and went to the workshop.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wo Qzone robots in the process of parameter setting. Two factory workers are working on learning programming new welding works.Robot programming is very easy to learn. 我把那个搬那个那个货，那多大公斤的嘛？六十斤，那是15公斤才有厚的，但是有不是说今天打款明天就能发，因为我要跑去跑去感觉八个小时，你看差不多给我到5天左右时间，到1个星期左右时间。These are part of the welding completed work piece.Our sales engineer said that the welding effect is not ideal. It is needed to adjust the welding parameters to make better welding effect. 那这个项目具体的集成是由代理经销商做的吗？是由我们的这种区域的集成商做的。The Qzone sales engineers explained the related functions of the robot to the new integrator customer, by the way.看见它有些就是工艺包嘛，百弧啊、电弧跟踪啊、熊位啊、多层多道啊，是吧？这些你都有，很多是像你这里可以通过运转，可以迅速配置。This is a customized welding gun with longer length than standard one. Client says it's working well. This time, final user customer mentioned they want to get a welding white connector that matches with their welding white device.Qzone will help solve the issue. 为什么选择做机器人行业？因为机器人行业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在中国市场，我们有几亿的这个人工市场需要机器人去替代，这个市场很庞大。目前在中国的本体销量每年只有几万台，需要做的这个空间很大的，所以说是看好未来吧，选择了这个行业。一开始就做的机器人行业吗？不是，一开始做的是焊接自动化行业，跟机器人这个有点联系，但是不深。后面因为就是看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所以说选择了机器人行业。那为什么又选择钱江机器人呢？因为当时选择的时候也做过比对，做过了解，钱江呢在国产里，中国国产是高端品牌，而且钱江的这个发展是有这种。是向好的趋势的，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团队，这个后面的资金支持这一块也比较到位，而且研发从本体的研发到工艺这一块是有计划的，而且一直在做，所以说这是看好的钱江，所以选择了钱江。怎么看待国内很多机器人品牌的竞争呢？目前中国国内这个机器人品牌确实比较多，但是大多数都是走的一个代加工的模式，自身并没有研发。更多的是偏向于这个市场资本吧，没有正儿八经的是做的朝这种就是国产替代进口的方向去发展。销售的最多的同事可以月销售多少台呢？或者年销售多少台？目前我们销售最多的同事的话，每个月大概在30台左右，年销量30到40吧，年销量大概是在400到500。职业目标是什么呢？您个人的职业目标是什么呢？人生梦想及目标是什么呢？职业目标财务自由吧。职业目标呢，就是还是想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有很多的这个行业积累、基础积累、资源的一些拓展、资源的一些这个积累，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在几点吧。然后那您人生的梦想及目标呢？你人生目标就是财务自由。财务自由一定能实现的。
一个月里有多少时间在外面拜访客户呢？一个月我们是每周是六天的工作日，基本上一个月有20天吧，20天左右是在拜访客户。其中有多少是新客户，有多少是老客户的回访？目前是做的更多的是新客户，可能大概比例是在一个7:3吧。这个客户他用了多少台机器人呢？他后续还有订单吗？这个客户目前是只用了3台，后期肯定是还有的，后期的需量大概是在20到30台，而且这个客户目前不是我做的，就是出量最大的一个客户，只是说他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意义吧。当初是怎么联系上这个客户的呢？这个客户当时是客户可能也是主动找到我们吧，对钱江品牌的一个认可，在国产品牌的一个认可，主动的找到我们，然后通过这种拜访交流，对钱江品牌的更认可度更高吧，所以说最终选择了钱江。那这个项目具体的集成是由代理经销商做的吗？是由我们的这种区域的集成商做的。那当初拿下这个项目顺利吗？因为前期呢，首先客户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印象，但是说顺利也不是说完全顺利，因为它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比较是没有批量性的，比较来说是属于一些非标的产品，在技术上这一块交流的比较多，从技术上这一块要想取得客户的信任，是花了很多功夫的，这个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体现，还有一个团队的这种产品的支持，还有一个团队的支持。客户当初为什么选择了钱江呢？对钱江的评价又如何呢？这个刚刚就是还是同样的话题，刚刚也回答过，就是主要是客户为什么选择钱江了，就是因为他是通过这个市场端同行业了解到钱江是属于一个国产的高端品牌，也是稳定性比较好的一个品牌，而且功能这一块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是对先找到钱江，后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技术交流，专业性的技术交流而认可了钱江。那这次回访的目标是什么呢？有要解决的问题吗？这次回访目标主要是了解一下客户现场的机器人使用情况，还有一个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功能性的障碍需要我们来支持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调试的，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沟通一下后期的项目。好的，谢谢您的回答。好，谢谢。好。